陈伟同朱晨丽呢日出席法政先锋四嘅宣传活动，套剧就嚟大结局啦，佢哋都话好唔舍得啊，会都会觉得好深刻，因为好多网民即系 fans 啊都会留言话，我从来都未见过你着咁高腰嘅裤，哇只脚长到咁样，然之后仲要着咁高嘅高踭鞋跑步，跑得劲快，咁捉贼噶嘛，咁即系真系要快嘅，咁啊同埋尽力啦，尽力啦。我都是去挑戰了一個新的領域啦，是就是演這個法政的人員，很難啊，你那些台詞是有些對白很難，做實驗那些也都很困難，都自己恰到了這件事，所以都很有成就，完全沒有問題，完全很專業，下次可以再拍多些。去年朱晨丽宣传多功能老婆嗰阵，就话洪永城擅自加亲密戏，搞到洪永城相当不满。最近就盛传 TVB 想原班人马开拍续集，但系朱晨丽同洪永城势不两立，两个只能会一个啊。都常年嘅事啦。咁其实即系点讲咧？我都有即系件事发生咗之后，我都有同佢即系有同佢講對唔住啊，唔好意思啊，安慰佢啊，咁唔止一次咁樣嘅，咁但係個 point 我唔係生安白做嘅，咁所以都希望呢件事即係大家唔好再放大落去啦，快啲過去啦，同埋即係你話合唔合作方面咧，我覺得都係睇公司係點樣去安排，因為我哋每一次嘅拍嘢啊、通告啊或者接 show 啊、宣傳啊，都係公司嚟安排嘅。